就大一点这样的裙摆就起来，三二一折。我看折这么大。等一下我折大一点了，给你贴个正面。这个金色拍出来好金啊！变形金刚，金灿灿的裙子，你不想拥有吗？我想把我的脚一下这样睁开，把裙子撑开。是啊，有没有开一点？你跳舞啊！邀请你跳一曲《野狼 DISCO》。三二一，走。我现在自己脑中有一个监视器，有一点点秋裤都穿了。三二一，走。OK。起床喽！谁趴在这里？哦，原来是我的新衣服趴在这里。为了保持不皱，它真是太费心了。现在去化妆。定律。每次民宿一定会有一个人睡在沙发上。明天啊，今天又下雨，不愧是伦敦，外面冷了。哦，别太冷了吧，见鬼！你干嘛摸我衣服啊？这面料感觉不错哎。面料感觉不错，你想穿就直说，为什么这么委婉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豆蔻，我们今天来到了，牛津大学 ，Lucky Us， 碰到了他们的毕业典礼，超多人，大家都排队，然后才拍毕业照。接着这一季威尼斯一年一度的赛龙舟之后，我们又碰到了一大盛世。下面的小发发是毛线勾的，很可爱。原始人吗？看一下这个原始人在干嘛，为了把这个吊牌割开，在石头上磨。可是我们有刀哎。再稍微往这边转一点点，啊，差不多，笑得有点假，这个受不了。Bernie， 豆蔻。D-O-U-K-O-U， K-O-U。我觉得今天的拍摄还是非常温暖的，温度非常的适宜，大家都穿得很温暖，说的话。
今天收工的比较早，我们这个民宿外边有一个很好看的枫叶，加窗前的景致很不错。换衣服啦，把灯关起来，接下来就是笑而不语的片段了。这个堆的架子好有艺术感哦，我们来买一点配饰搭配。帽子多少钱啊？这一顶350磅，350磅，我惊呆了。这顶亮片的呢？320磅，3200块，3000左右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一顶毛茸茸，看起来很春天的，多少钱？哎，这不是我们的帽子吗？我今天戴的这顶帽子来了，我刚刚突然发现放上去毫无违和感。好节省，一个风筝拍一年。那绝对是我的粉丝。拿住啊！小一点啊！飞走！你就拿着那个手呗。小心！没有差别吧？出外景出的太多，没有办法照顾到他们。就我刚刚在这里抓到的雪狐，只要998，送给大家。在海边。哇，太惨了！还是活的，就是在。狐狸生气了，有转气了。他为什么要讲这种冷笑话？睡个午觉，休息一下再回来进段广告。有没有人要冠名我的 vlog？ 住的这个卧室豪华了，这两个大红的喜柜很结婚的气息，而且再让我们看到地面，哇哦，双龙戏珠。看这个猴子，不听，是谁在说话？我不看，我看不见。我的天哪，这民宿也太酷了吧！看这桌子，这个家的主人喜欢的风格蛮混杂的，太累了。我先去吃饭，这个猴子。我们的外卖到了。哇，这是他的冰箱吗 ？Hello， 有钱真是可以为所欲为。我泡了一保温杯的风寒感冒颗粒。今天的风太大了，回来头好晕啊！不吃药的话，估计明天就扛不住了。但是啊，我晚上9点过后是不能喝水的，不然明天早上就会肿得跟猪头一样。所以我现在很纠结。是喝明天不感冒，还是不喝明天不水肿，如何抉择呢？妈，你说我怎么选？这个生病但是没办法。好吧，
那就让我们一起干了这一杯82年的风寒感冒颗粒吧。太烫了。今天我们承包了一辆旅游观光，朋友们上车啦！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vlog。我不可以在这里看着书，不可以把书拿走。他阻止我学习我发、啊。那发光的书可以吗？那种可以给脸打光的书，我可以学吗？每次坐在楼梯上，我都想倒立的坐，倒过来坐，把脚朝上。都说自己去。对，我倡议你们觉得不妙吗？看，拍照提示机，倒立。来，这边的乘客快上车，我们车马上要开动了，上去上去，快快快！快呀，没上车的快上车。我们有没有搞现金收费？5毛钱一张，5毛钱一张。我们都上车吗？买票的可以上车。哎，怎么大家真的都上来了？上了我的车，就是我的人，没想到吧？哇，蝴蝶背包，这里有一个很适合你的娃娃，哪个？这些，好可爱。那是老鼠哎、欸啊，但是脸很可爱，是蛮可爱的。哎呀，藕断丝连。这是一个植物园，你看这边有小植物，捕蝇草，然后苍蝇来了，它就可以把吃掉。对，这样吃这个虫子的。这边有一些小的仙人掌，多肉植物。这是什么？护手霜。哎，护手霜可以，冬天刚好到了，大家就可以护一下手。我刚刚在这里闻到了这个香皂，这个梨的完全就是祖马龙的英国梨的味道，超香。这个两个只要10块钱，太赚了吧！哈哈哈，在这里也遇到了他们烫金工艺的小围巾，啊，这是灰色的。制作，把这些花剪下来，我在头上，你就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发饰。再加一点叶子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。这插花艺术怎么样？差不多，那就这个样子吧。好，走吧。今天外面阳光超好，准备出门拍照。我只拍半身的话，你能够微蹲一点吗？可以，这是打盹一样。太难了。我背着小衣服在这里了。哦，没有忘记，因为这个头发。不知道的以为那有个小马扎呢。好看是挺好看的，坐着拍两张就好。你就知道吗？撑伞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围观拍照，他脸上不倒，我先看一下。啥？饿了？脸上怎么了？
Thank you.